主料：面粉100克，玉米面80克，鸡蛋2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面粉、玉米面过筛子筛出小半碗，白面稍微多一点。过筛之后，玉米面更细一点，口感好。加水和成面糊，加一个鸡蛋，一勺盐，搅拌均匀。鸡蛋2个，搅拌均匀。锅微热，加一点油，舀一勺面糊，摊均匀。待面糊上面干了，倒上鸡蛋液，铺均匀，快速从一侧卷起来，再煎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煎的时候注意火候就行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